22讲，我们来学习有关谈论工作方面的手语。你做什么工作？我是教师。做，双手握拳，一上一下，右拳向下，一下左拳。做，做，做，做。你做什么工作？你做什么工作？你做什么工作？聋人的习惯打法是：工作什么？我是教师。教师，双手五指撮合，指尖相对，手背向外，在胸前前后晃动几下，表示传授之意。右手伸拇指置于胸部。教师，教师，教师。我是教师，我是教师，我是教师。聋人的习惯打法是教师。我们来复习一下。你做什么工作？我是教师。接下来我们学习。你最近工作忙吗？要注意身体。最近，一，一手食指横伸，拇指尖抵于食指根部，向下一沉。二，双手拇食指相捏，相互靠近。最近，最近，最近。忙，双手平伸，掌心向下，五指分开，在胸前左右摆动几下，表示双手忙个不停。忙，忙。你最近工作忙吗？你最近工作忙吗？你最近工作忙吗？要注意身体。注意，一手食中指分开置于眼前，指尖向前点动两下。注意，注意，注意。要注意身体，要注意身体，要注意身体。聋人的习惯打法是身体注意。好，我们来复习一下。你最近工作忙吗？要注意身体。